世界上所有的必然都由无数次的选择造就，万物生生不息，万物归于常理，万物如泡影。就算世界终结，有些事也不会被改变。我会将光从影子中拉出。我会掌控所有命运的轨迹。人类探索规则是为了利用，而不是服从。喂，等你很久了。薯片小姐，你看，太阳回来了。我从没打算过放手。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心，这个我只想来见你。世代的文明将永远祝福你们，愿我们的光能够成为指引你们通向未来航路的灯塔。